大家好，嚟到息赚环节，嘉宾请嚟安宏投资总监兼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嘅客席副教授杨书健嘅 Victor， 你好啊。Hello, Herman。个市又跌啦，即系虽然下昼咧曾经一度啊，即系跌幅收窄，但系咧到依家都仲系转唔翻升，都要跌翻200多点嘅。今个礼拜三美国会公布核心嘅 CPI 咧，预期连续3个月都仲系会低迷嘅。至于香港方面咧，一个即系银行嘅龙头汇丰咧，佢就即系加咗一个岸息嘅封顶位啦，都有啲打击到投资嘅情绪。至于房托股都唔例外啦，早前失守咗公股价嘅领展咧，半日都要跌超过2%。咁 Victor 上个礼拜喺节目度咧讲到，依家全球息率就进入咗一个高原期啦，即系高息系会持续，买楼去收租啊，同埋房托嗰个吸引力系咪会低迷咧？定系市场依家对于个息口就嚟见顶，会唔会有所改变，又削弱咗呢啲房托嘅吸引力咧？其实我谂咧就当然你话同10年前嗰一转，佢嗰个利息减到系零咗好多年咧，咁当然而家高原期系会有个分别啦。咁你最简单嘅就系、是、对好多人嚟讲，可能而家买啲短嘅债券，甚至乎做定期存款，咁你都有4-5厘收入啦。咁样咁变咗就系收租个吸引力咧，就自然当然系会减啦。咁但系咧喺呢啲状况嘅话，其实大家都系要好讲点样睇嗰个长期嗰个息口嘅改变啦。所谓高原期而家暂时嗰个市都系讲紧话大家都 expect 佢可能系6个月、9个月、12个月咁样。咁喺咁样嘅状况之下，即系话咧，大家都 expect 咧高完之后佢会跌翻落嚟啦。咁可能系因为有经济衰退，可能系因为佢通胀受控咁样。咁如果系咁样嘅状况嘅话咧，咁其实你依家买房托，甚至乎任何嘅高息股咧，个好处就系到时咧佢理论上就应该会上翻去嘅。咁而你做定期存款嗰啲或者短期嘅债券咧，一年后佢俾翻你，若果俾翻个本加埋嗰个4-5厘嚟，咁但系若果到时嗰个息口已经跌咗落嚟嘅时候咧，咁你到时再 roll 再去更新嘅时候咧，就冇翻4-5厘俾你咯。咁依个就最大嘅分别。香港可能好多散户喺過去一段長時間咧，都係分住咁樣買領展，諗住長線投資啦。對依家嘅話，個股價都仲係向下，係咪都仲係以不變應萬變咧？定係佢供完股之後，又暫時又唔講有啲咩具體收購計劃咧？個市場會繼續失望咧？是啊，其实呢个就牵涉到大家点样睇个管理层咧。咁呢个就唔系净系领展嘅，所有都系啊。你科技股嗰边，咁你有时佢哋讲话有啲咩鸿图大计，然之后嗰件新产品系要拖多半年，拖多一年咁出嚟。咁呢啲位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就真系好在乎你对个管理层系点样谂啦。如果你对个管理层有信心嘅，你信佢等多半年，等多一年系冇问题嘅。咁其实呢啲位反而系最好啦。咁翻翻去你頭先講話平均投資法又好，月供又好，其實依啲位當你嗰個 yield 係咁高嘅時候，你攞嗰啲 yield 再去買嘅話，咁你慢慢喺依個位儲嘅話咧，反而咧你一慢慢儲大個股數嘅話，到時佢無論你話個股佢開始有翻啲收購啦，甚至乎成個大市佢開始嗰、那個利息真係有機會落翻嚟啦，咁個 yield 係大家所有嘢嘅 yield 都一齊向落嘅時候咧，咁你揸住股数系大啲嘅，依轮你系肯储多啲嘅，咁到时你就会赚啦。咁但系依一样嘢就系唔系短炒噶啦，即系好难会话两个礼拜、4个礼拜就突然间改变啦。咁呢啲系讲紧最少几个月嘅事咯。系依家入场嘅话都有超过7厘嘅。另外咧，一个 S&P Global REIT 嘅指数咧，今年以嚟以美元计价，整体回报咧只系升得1.53% 嘅啫，低过5年啊或者10年嘅一个年率化整体回报。如果净系单睇第三季咧，呢个指数更加系要跌1% 添啊。咁个死因系咪因为息口嘅持续高企咧，定系一啲写字楼或者零售租金嘅需求咧，其实系仲未回复翻疫情前嘅水平咧？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今年佢做到咁樣少少正回報咧，已經係證明咗嗰個依個 sector 係有幾穩健。因為大家都記得嘅就係嗰個零售嗰邊，當然就因為網購嘅話已經弱勢咗10年有多啦。咁辦公室嘅話，亦都係因為依一兩年依疫情之後，開始有咁多嘅家居工作啊咁樣，咁變咗就大家對嗰、那個辦公室個長期需求有個問題。咁記得嘅話就係年中第二季嘅時候，甚至乎因為美國嗰邊有兩間銀行冧咗，
之後咧，大家仲要驚啊，會唔會商業房地產都出現問題咧？喺咁多嘅風風雨雨之下，你都係有一個正回報咧，其實已經係證明咗嗰個依個 sector 有幾穩健啦。咁另外一樣嘢，點解會咁穩健嘅話，當然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咧睇翻咧而家尤其是嗰個如果你係 Global REIT Index 咧，佢裡面有超過六成咧都係美國嘅 REIT 嘅，咁所以其實佢十大 REIT 咧大部分都係美國裡面最大嘅 REIT 啦。咁而美國裡面最大嘅 REIT 咧，今時今日咧就係佔咗好多係數據中心啦，依個物流中心啦，甚至乎嗰啲電信塔，咁依啲咧就全部都係新經濟相關嘅，尤其是數據中心今年咧就係再弱嘅咧都開始升啦，因為大家都炒作 AI 啊，炒作要好多嘅大公司要不停買電腦啊，咁佢哋買電腦要有地方擠，咁自然就擠喺啲數據中心嗰度，咁所以咧其實依一樣嘢咧亦都係成個房託界咧嗰個特點嚟，因為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成個經濟嗰個載體，咁所以就係、是個經濟邊一樣嘢蓬勃嘅時候咧，總有一樣嘅房託嘅產品咧係可以滿足到佢啦，要同佢一齊去增長一齊去增長嘅。咁你依兩年嘅話，好明顯就係講緊同啲 IT 相關嘅嘢啦，就係頭先講嘅數據中心、電信塔嗰啲。咁再早嘅話就有啲旅遊嗰啲。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今年你其實都可以維持全球嘅話係冇喐嘅話咧。升丁咁多咧，咁其實就反映咗個市場咧，又或者最少個 sector 咧，係完全已經消化咗寫字樓同埋嗰個零售嗰個壓力啦。今個禮拜四歐洲央行都會議息，彭博依家都預咧個指標利率會按兵不動啦，可能停一停先嘅。至於英倫銀行行長貝利上個禮拜亦都暗示英國加息周期可能接近尾聲。咁依家英國通脹有高位回落啦，英國嘅市場嘅 REITs 會唔會話吸引力依家開始增加翻咧？定係最近因為當地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咧個市政府突然就話要破產啦，又會唔會係反映緊啲經濟可能又唔係咁好，當地資產吸引力又唔係真係咁高？其實英國 REIT 咧，最大嗰三隻裏面咧，有一隻就全歐洲咁做嘅，咁嗰隻就分開講啦。另外有兩隻咧，一隻係叫 British Land， 一隻叫 Land Securities 咧，兩隻都係主要揸住倫敦嘅房地產嘅。咁其實英國嘅話都係一個以人口計嘅話係一個中等規模嘅國家啦。咁你同日本，其實你去大部分人講日本都係諗緊東京，或者大部分人講台灣都係諗緊台北，咁英國都係一樣嘅，但係當你講英國投資嘅時候，大部分人其實都係講緊投資倫敦嘅。咁伯明翰佢破產，咁有佢嘅長期因素、短期因素。咁但係對依兩隻 REIT 揸住一啲倫敦盤嗰個穩健性就完全冇問題。依兩隻咧係真係歷史少見咁平啦。咁佢好多原因，有啲原因都喺節目講過啦。包括就係俄烏戰爭之後，咁有啲俄國嘅資金要撤離倫敦啊啲咁樣。咁所以而家佢係特別平嘅。咁所以若果係信即係歐洲點都要有個金融中心，而似乎你脱歐都脱咗咁多年啦，都係其他啲地方都係追唔上倫敦嘅時候，咁倫敦調翻轉頭亦都係轉翻轉頭去回升咧，亦都係有佢嘅可能。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大選係2025年啦，咁所以2025年頭啦，咁所以其實佢係政府現屆嘅政府咧得翻唔夠18個月咧就要選啦，咁所以而家咧佢亦都會係有好大誘因咧，點都要谷翻起個經濟咧等佢選舉嘅機會大啲。咁所以呢啲種種情況之下咧，一就係佢已經係好平，二咧就係呢啲始終都係歐洲裏面最好嘅盤。第三咧就係短期，若果計1年1年半嘅話，可能仲有啲政策利好嘅話咧，咁其實英國嘅房託我哋反而覺得係冇乜問題咯。好，最後咧問埋啲房託咧，都有啲都會發綠債嘅，個息率係咪更加高咧？綠債其實個息率唔會特別高嘅，綠債咧佢係好多時就係講緊話，因為佢啲企業發咗綠債就要攞啲資金去投資一啲綠色嘅嘢。咁依樣嘢房託容易做咧，就因為你若果起棟新嘅大樓，而家好多時都係會攞足曬嗰啲環保嘅認證，咁所以咧佢借錢去起樓咧基本上一定可以發到綠債，依個就係佢特別發得多嘅原因咯。好，咁啊唔該曬 Victor 嘅分析啦，呢一次嘅息賺咧都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